伫主内，请问兄弟姊妹平安。阮伫无论你一句伫倒落但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喜乐，上甲你真难撒加伫咧。开始以前，咱先听教会的几点报告。感谢主，今仔早今仔是咱教会这个咱会做讲是这个母亲节。阮真代表教会伫这个所在，恩伫咱中间的母亲，祝你们母亲节快乐！但愿咱的主耶稣赐予你有聪明、有智慧，我但怎样伫迄个所在来照顾，来让上帝和托付和咱的这个家庭，祝你们节日快乐！感谢主，咱教会有中英文的聚会，英文的聚会吼是伫早起九点到十点伫王会学堂的大礼堂底下来举行。咱中文的聚会是伫咱的教会吼伫这个所在十点到十一点伫这个所在举行。咱中英文的讲道视频伫差不多到会后哦，咱会上传到这个 YouTube， 咱有法通伫迄个所在来，搁再来看咱教会的讲道视频。咱感谢主，咱教会每一礼拜拜三暗暝有这个祈祷会，鼓励兄弟姊妹会晓听英文的来参加教会的七点半暗暝七点半的祈祷会。咱伫迄个所在为教会达行事工，伫迄个所在来祈祷。咱每一礼拜拜日下晡二点，咱有这个儿童的主日学。厝内有囡仔的哦，咱请家长吼，鼓励恁厝内的囡仔伫迄个所在来参加咱教会，伫遮所陪伴吼，这个囡仔的这个课程，咱恩望咱的囡仔最细汉的时伫遐来，有法通听圣经的真理，大汉还是到老也无法通伫迄个所在偏离。咱感谢主哦，咱教会有这个拜四暗暝的闽南话的查经聚会。咱拜星期五晚上哦，咱有也有这个普通话的查经聚会。那请兄弟姊妹，你来看爱看里边听闽南话，还是比较喜欢听普通话？咱会做鼓励恁来参加咱教会的周间的这个查经聚会。咱请兄弟姊妹留意哈，咱下礼拜是咱教会的68周年，咱是只有一堂联合崇拜，所以是下礼拜是伫早起九点到十点哈，请兄弟姊妹留意迄个点钟哈。咱下礼拜的聚会点钟是九点到十点，咱是伫翁会。大礼学堂的大礼堂，有法通伫遐现场的聚会，请兄弟姊妹来准时来参加教会的68周年，伫遐来庆祝上帝怎样伫咱教会中间，伫遐来带领，伫遐来供应咱教会一切的需要。OK， 咱每一礼拜。十一奉献甲奉献，你有法通随时退到教会的办公室，你会做伫遐投入伫这个office 的奉献箱内面，还是你也是会做存到咱教会的 BDO 的银行的账户，咱的账户伫这个所在。今仔早起的宣调是记载伫诗篇136篇第一到第四节。圣经安尼讲，恁要称谢耶和华，因伊本为善，伊的慈爱永远长存。恁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伊的慈爱永远长存。恁要称谢，恁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伊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迄个独行大技术的，因伊的主爱永远长存，咱撒加阿头祈祷。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感谢你，今仔是主日，是你国活的日子。
我今仔早起甲正下的姊妹伫即个所在聚集，伫即个所在别来敬拜你，别来阿罗尼。因为我知呀，洪水泛滥之时，你永远坐着为王。感谢主，我将早起一点钟恭敬交伫主手中，求主你来领教我的中间，领教我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共我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中，让我有法通放下一切的惊吓，让我有法通放下一切的担当，有法通守节心清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阿罗哩。感谢你听我在你面前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咱一句要来认归的诗歌，最直接来阿罗咱的主耶稣。想
一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相信认识天韵的朋友们对这首歌一定不陌生吧。妈妈的爱真真好，为儿为女忙到老，测不透分析不了，爱的存在人人知道。在我13岁的那一年，我就离开了台湾，去到了南美洲。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一去，一直要等到我20岁才有机会再次回到台湾看到妈妈跟家人。在那7年当中，我常因为我想家，然后就躲在棉被里哭。我相信在台湾的妈妈也是一样。根据亲戚跟我说，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妈妈一想到我，总是一泪洗面。当我从台湾要回巴西继续读书的时候，妈妈总是会打开她的小抽屉，把她做生意所赚的钱都拿给我去缴学费。我就问妈妈说，那你怎么办呢？她就回答我说，钱再赚就有了。我常常想，妈妈这样的爱我，我能拿什么回报呢？朋友们，母亲节快到了，记得打通电话给妈妈，或是回家多陪陪母亲哦。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我们特别为母亲所写的，歌名是《妈妈有你真好》，同时也代表我们的心声。期待我的来到，听我说的一句话，你轻轻牵着我的手，带我一关心我的温饱，陪我唱的一首歌，你慢慢放开我的手，让我学习自己走。开心我的欢笑，忧心我的烦恼，当我渐渐远离年少，献上你的祈祷，无怨你的辛劳，你的青春悄悄走掉。妈妈，我能拿什么回报？我知道我永远是你的宝，我想要你真正知道，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当父母老了走不动了，希望你记得小时候是谁扶着你一步一步的学走路。当父母老了讲话不清了，希望你会记得小时候是谁一句一句的叫你讲话。当父母老了记性变差了，请你记得小时候
是谁耐心地提醒你各种事情。时间会让父母多了皱纹，可是我更记得他们的青春都花在谁的身上。感谢主，今天早起讲到的经文是记载的《申命记》第五章第十六节。圣经安尼记载讲，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和你的福，并和你的日子的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丁得以长久。感谢主，咱今天早起有徐奋忠长老。人的讲员是徐奋忠长老，伊今仔要甲人分享的对白是伫遐来尊敬孝敬人的父母，咱将刷落去的点赞交予长老。多谢团导刘团导啊，主内姊妹，也早安，大家平安，将咱做一个开始的祈祷。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感谢阿罗尼。在我一生当中，你听甲我同在，你永远无离开我。在人生当中，有风有雨，有高山有低谷，但你的同在永远袂减少的。你的恩典甲慈爱，在我一生当中，引带我
行罪孽，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主啊，今仔你嘅仆人来分享你嘅信息，求主嘅圣灵甲阮同在，充满阮，来领受对你而来嘅教导，来遵行你嘅诫命。基督是奉主耶稣嘅圣名求，阿门。今仔是母亲节，首先我伫遮来恭贺及拥抱全每一位母亲。母亲节非常非常的快乐。母亲对咱每一个人来讲是都是真伟大，因为母亲常常是最疼人的迄个位，而且伫咱生命当中最直接影响咱的生命的人。来，你观察到一旦一个囡仔受委屈的时阵，伊一定会奔向母亲的怀里去，因为妈妈是最了解伊的委屈，妈妈也是最通聆听伊心内的感觉，也只有妈妈最有法通安慰伊心中的创伤。所以，无怪囡仔对母亲永远有一个叫做依赖感。因为母亲就是代表一种生命中的安慰，不怪有人讲说神赐母亲给咱，就是要借着母亲来给咱明白神的疼。今仔日去庆祝母亲节，一方面咱要来感谢母亲的疼，另一方面咱要来思想圣经里面关于孝敬父母的教导。第一，咱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对不起，神所赐予咱最重要十诫当中，其中一条诫命，头前读的经文《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讲真清楚，甲人讲说，就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真侪时阵，咱以为孝敬父母是咱的选择，方便的时阵孝敬一下，无方便的以后再讲。但神的话却唔是这样讲的。神无讲，当你方便的时阵，请你孝敬一下。神也无讲，当你甲父母关系好的时阵，你请你孝敬一下。神乃是清楚的甲人讲说，当照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叫孝敬父母，既然是神的诫命，那咱就应该时常来遵行。这不是讲你方便的时阵遵守，无方便的就算了。有时遵守，有时无遵守，就亲像唔通抬人，请问？唔通开人，你可以有时遵守，有时无遵守吗？无可能诶！神嘅诫命唔是你有时遵守，有时无遵守。神嘅诫命是咱要时常来遵守诶。无论你方便还是无，无论你欢喜还是无，神嘅诫命是咱需要来遵行诶。所以，咱对两方面来顺从。第一，咱看见这条诫命是神甲人之间的诫命，十诫分两部分，一部分全是讲是讲到咱甲神的关系，后部分有六条是讲到咱甲人的关系。来孝敬父母，拄好是第五条，拄好是咱甲神的关系，甲咱甲人的关系最中间的一条诫命。换一句话来讲，孝敬父母是一条咱要甲神建立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因为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伊一定伫生活伫每一个关口，一定会知影来顺探神。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伊一定会真容易去顺服神的人。反过来讲，一个顺服神的人，一定伫伊的生活伫每一项代志，知影来遵行神的旨意来孝敬父母。当然的，当我讲到孝敬的时阵，
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叫痴迷的顺服，圣经所讲到的孝敬其实是有尊敬的意思，有尊严的意思在里面。为什么我们要尊敬父母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借着我们的父母而来的。今天无论你怎样看你的人生，你感觉你的人生是最苦还是顺利还是真快乐，生命本身都是宝贵的。想想看，在你一生的人生当中，你可享受到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你可享受到神所赐予你的亲情友情，你可在这一生当中明白到这位创造你的真神，明白神的心意，更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到神主办的恩典。而且甚至有一日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跟神永远同在做一下，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因得到主，生命是值得活着的。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尊敬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的生命的确是对他们而来的。因为我们所做一切的事都尽我们所能力的要来尊敬他们。所以看起这个改变是一个神跟我们之间的改变。其实这个改变也是一个神对人的关系的第一个改变。神对人第一个改变不是说不能害人，神和人对人的关系第一个改变啊，不是就不能偷窃，反倒是叫孝敬父母，可敬的兄弟姊妹。家庭则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家庭的处事对了，这个社会就有处事，社会就通稳定。今仔日咱看到现在整个菲律宾的乱象，有真侪人想讲，这是政治的问题，这是有人讲这是社会的问题，有人讲这是宗教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这是家庭的问题。家庭的根基毁坏了，社会国家就无可能让稳定甲平安。咱要看到孝敬父母是神所予咱的一个真清楚的命令。第二，孝敬父母何以抵抗？第一副所书第一个佛所书，孝敬父母的，何以抵抗在世的长寿？这是一条带着英文的诫命，这经文清楚甲咱讲，孝敬父母不但是神的诫命，而且是带着英文的诫命的。别个诫命都是你应该遵守的，无去遵守，你就自作自受。只有这个诫命无相同的。当你尊敬时阵有一个祝福，这个是什么款的祝福呢？是两个方面。第一是一种属灵产业的传承，因为只有当咱知影孝敬父母的时阵，咱才往将神所赐家庭的一家信仰甲生活的智慧，一代一代的传承落去。在圣经中常常教导人，每一代都应该将你的生活的经历传承到下一代。圣经讲到信仰的时阵，神讲：“我是阿伯勒罕、以撒、雅各的神。”换一句话说，信仰是一代过一代传承落去的。以圣经讲了生活的智慧的时阵，咱来看箴言第六章二十节讲：“我惊。”叫遵守你父亲的诫命，唔通离弃你表亲的法则，是父亲的诫命，表亲的法则。你看佮生活的智慧，咱看佮对父母成就一代佮一代的传承落去。今仔日无管你是父母是唔是基督徒，咱总是往对伊成就学习到一家生活的智慧佮法则，来孝敬父母就是通。和属灵的产业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的最好的一条路。第二，在世上的日子
第一等故，再来等故，到底偌等故呢？圣经当中有真侪时阵看见跩蒙福的人，都是活到日子满足的日时阵，可见等故也甲神的心意有关系的。但无论怎样，当一个人伫地上的时阵，伊若孝敬父母，伊一定有通领受到父母所传承予伊的生活的智慧。跩生活的智慧会予伊伫伊的生命当中所做代志都真顺利。另一方面呢，因着伊的孝敬父母，伊一定会享受到和谐的家庭的生活。这两者都是真重要。你手中所做的代志都真顺利，你通享受到和谐的家庭的生活。这两者都是咱和咱享受人生的，是人生的最重要的、最长久的、的重要的因素。所以孝敬父母是真重要的，因为孝敬父母会乎你得蒙祝福。第三，孝敬父母的是一个尊严的心态。孝敬父母不是一个形式而已，咱常常伫个表亲戚真侪形式，送一张卡片的，还是送花，还是咱去菜馆去食的，个父亲节也是安尼。咱常只因为真形式的伫咧过，但事实上孝敬父母是一种心态。是表面的凡事上来尊荣伊，咱要怎样去凡事上来尊荣伊呢？第一，要纪念父母的好处。中国话讲得真对个，天下无不是个父母，天下无唔是个父母。今仔无论去甲己个父母的关系怎样，其实咱也详细来看咱个父母，咱总是。可以在他的身上看到很多的好处，我们一定要常常纪念我们父母的好处，他们的优点，不能常常去埋怨他们的软弱。因为我们说实话，虽然我们父母有一些缺点，我们应该就要抓长补短，因为我们人是没有完全的，包括你和我。当你拿纪念他们的好处，你的心内就拿尊敬伊。第二呢，你要了解父母的需要。真侪时阵，咱只是期待父母来照顾来、来饲咱，有需要的时阵来帮助来、来安慰咱。可是有真侪时阵，咱有用时间来了解因呢。特别当咱的父母年纪拿来拿大的时阵。其实身体和心灵上都有很多的需要，我们需要来认命。年纪一大的人说来说去就是身体，就是身体的不爽，这带给人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限制。我们真的就来体谅我们的父母在身体上的需要。我还记得当时我跟一个中文的主任在学堂做工的时阵，我常常听到说明主任底下跟我讲，伊讲说：“人啊老，脚虽老。”当时我也阁未明白这句。等到我到这个黑子的时阵，以前少年，我起来为床顶起来的时阵，就是落来就是行去厕所洗嘴洗面，现在无上了。等到为起床的时阵。脚踏落地的时阵，感觉酸酸痛痛，无力，行了几秒钟了后，才会恢复迄个正常的。我想到伊讲的实在是叫个，人老脚虽老，不但伫咱个身体上的需要，咱伫心灵顶也有真大的需要。以前咱常听到人讲，养儿方知父母心，咱个饲囝。咱才会知影父母的心。后来我才发现，无一定，因为囡仔小的时阵，咱也阁未明白什么叫做父母的心。咱囡仔小的时阵，咱真无闲的伫遐咧照顾伊，有时阵也阁嫌因真烦。事实上，一直到因大汉了，离开了家了，
忽然间，我才开始真正明白什么叫做父母的心。以前咱年轻的时种，总感觉迄父母真啰嗦。后来一直到咱家己的囡仔大汉了，离开了家，咱也是一样会变作啊啰嗦的。其实父母的心就是小念，一旦你明白了，你就袂嫌因啰嗦，提出因小念惊你的心。父母的心只有两个字，就是小念。咱就纪念咱父母的需要，就算说距离真远，无有时间，最起码咱也常常为因来祈祷。咱伫用时间伫神的面前，将因藏伫咱个脑海当中，迫切的为因祈祷。咱对心灵的深处才肯明白因心灵的需要，咱才往带出一个真实的关怀的行动。特别为咱中间做表情的来祈祷，因为表情总是充满了忧虑、挂念。囡仔小的时阵，因真挂念；囡仔大的时了后，也是一样的挂念。咱常常就为咱的表情来祈祷，求神用伊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伊的心怀意念。像箴言31章讲到。在德的妇人，伊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喜笑。伊唔是看起现在的情况，伊看起现在的情况就会实际亲像你一样，看到现在就会实际。但这个在德的妇人呢，伊无只是看到现在，伊想到日后的情况。你知影无？我观察到菲律宾人的家庭的父母。伊真特别看重因家己的教育，不管如何，伊都要栽培要读到大学毕业。但是伊的家庭是一个低收入的，伊的收入较低，要怎样呢？要怎样付出伊的学费呢？就是伊家内也有饲鸡卖鸡，有饲猪卖伊猪，有饲牛就卖伊的牛。只是但愿说盲人无惊煞买出去，但是咱看起因个爸母拢有看到日后的日子，伊知影伊按个做，希望伊会行伊将来有出口的日子，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求主开表情的目睭，看起神伫伊个家庭所做的代志，通看起日后的情况，互伊知影伊个家庭是有恩望的。好在囡仔伫神的面前有恩望，咱搁一摆来到神的面头前，咱来仰望神，来挖苦咱的神。那是伊爸母也无信主的，你搁较迫切的为因祈祷，唔通讲无关系。因为有一日主过来的时阵，当主过来的时阵，你难道无恩望？有一日通甲主甲你家人做一下吧。要纪念你父母的需要。第三点，咱就开嘴感谢父母。有一本册讲到尊荣父母带来的祝福，在这本册里面有一句话真触动我的心。作者就问了这个问题，伊讲说：假使你父母今仔日何时接去，你是毋是有啥物遗憾的代志呢？遗憾是指，意思是无清醒的代志，是个悔恨，一个后悔的代志。我相信咱都会想到有真多话，咱想到有真多咱应该做的代志。每一摆伫对书礼拜顶讲真多感谢纪念父母的温情的话语，因若唔忘，父母也伫咧，通听到因心内所诉说的，偌多贴心的哭嚎。因因个爸母听袂到因所讲个话，我就想上伫个想，为什么要等到对数礼拜时阵才讲出来感恩个话呢？才向咱个爸母表达咱对伊个疼？为什么无等到最一个时阵，等到伊阿伫世上，通向因表达咱对伊个疼甲感恩呢？大概因为。咱中国人无习惯这样做，
人总是感觉的在意，爱在心里口来看，人听在心里，人讲不出来。但你想想看，如果有人将这项代志做在你的心中，那不是一个真水的代志吗？为什么不肯放下你家己的不习惯，将这好的代志做在你的父母心中？所以看到表情者向你表情讲声多谢，就算是你感觉无好讲的，你往写的卡片，唔忙只有签名，随随写只感谢的话。现在科技这样发达，咱也往用 video 底下来录起来，唔通等到到对时礼拜，咱这边咁放，上阿会看见，伊也看袂到。就现在就放吧，让伊的心得到满足，开嘴讲出感谢的话，感谢父母，感谢伊为伊辛苦劳苦的，感谢伊对伊的疼。当伊开嘴讲出感谢，伊就是伫遐尊荣因。有人讲孝敬父母的，这是一条最被遗忘的诫命，是是最个常常予人忘记的一个诫命。特别在这个真无为的社会当中，咱总以为老爸老母总是会记咧。等我将工作做了咯，等我完成我人生的阶段，我就更加做来敬拜伊。但事实上，你永远无有一个更加方便的时阵，你永远未会更加有的时间。新的病人却永远就是现在。神的话讲，更照着耶和华的神吩咐的孝敬父母，就是帮助咱对今仔开始，就通遵守神的诫命。如果你的父母也伫咧，常常纪念因的好处，了解因，开嘴感谢因。如果你甲你的父母关系无好，唔通阁提示咯。你就进来主动地追求和睦，因为事实上，你的父母幼年在等你挖靠因的面前。如果你的父母已经无在了，求主帮助咱用基督的听，听咱身边跩兄弟姊妹，和咱伫属灵的大家庭内面，三甲来经历神的听，甲神的喜乐。最后，我要分享的是讲，我伫网顶看到一个，写一对白是家庭的相册。伊这作者是怎样的讲说？你有观察到上个家庭兴旺发达，凡家庭发达的比较好的，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孝顺。家庭是一丛树，老人是树根。家庭如果要受到兴旺发达，靠着这个根固好，只有将根固好的时阵，这丛树才会枝繁叶茂。枝繁叶茂也意思是树枝、树叶才会真多。枝繁叶茂是子孙的兴旺，是传统中国的观念。父母祖先所积德给咱的真多的保护。所以咱对咱越做越重，对咱父母亲切的感恩，影响到咱的成长，真重要。有兴旺发达的家庭，父母是根，一定要将伊顾好。唔知影孝敬老人家，家庭一定会萎缩。所以比较欢迎复苏的家庭，好的家庭，应用这个家内特别的孝敬，一定要将伊个根顾好。一定要用一个树根、树干固好，只有树才会枝繁叶茂。有时阵，伊去医院的时阵，伊就有发现到小孙囝还是小孙女身体无好的时阵，祖宗三代都陪伊去医院，但是阿公阿妈、爷爷奶奶身体无好的时阵，伊看起，你看起的是老大人，拄着一个老太太，还是老太太
对个拄着这个老大人伫迄个轮椅，伊伫因要开门的时阵，因就叫推伊开门，因为伊惊路会错，伊就问伊讲说：“你惊呢？”伊讲：“惊伫咧无闲。”朋友们啊，你讲你无闲啥？你家己的老爸老母一样啊，会出来去欺骗厝，你个无为什么个？可是你家己的囡仔，如果得了病以后，你会一样会无为吗？你早早就会困袂落去了。老人是家庭的根，永远伫孝敬老人方面是无通亏欠的，无通后悔。家庭有老人伫的，这只是叫做家。如果没有老人，这个家是什么款呢？心里是特别的真艰苦。讲到这来以后，伊个老人家，伊老人家如果身体不好，伊心里是特别的艰苦。伊甚至感觉老人家身体不好，伊愿意去代替，伊用家己去代替老人家身体不好。人一世人唯有这个生养的恩。是无通办法来报答的。老人是家庭的根，一世人袂去孝敬父母有亏欠的，一世人袂留遗憾的代志。请咱阿头三合做一个结束的祈祷。听讲的主，阮搁来到你面头前，献上感谢甲赞美，感谢你予阮伟大的表情。好我们有一个绝力，那真的纪念到你对我们的疼，我们感谢你再一次，为我们中间每一个表情来祝福祈祷，来帮助我们在每一个生活当中，活靠你自己，让你的疼、喜乐和安慰常常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也祝福我们在中间每一个最近的，让我们知道来尊敬你的命令，时常尊敬，不是有时尊敬，有时无尊敬。好，阮真个伫个改名顶，讨个喜悦，也讨人喜悦。感谢阮个主，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得胜个名祈求，阿门。花开在田园边，风吹来笑依依，孤单流浪的白灵犀，想要飞去你身边，一种思念的香味，我永远袂放袂记，亲像故乡的名字，时时叫我倒转去。母亲花。开的时阵，我拢会来想起你。你是上帝想思我，永远疼痛的恩惠。时间是无情的流水。将咱隔离来分开，我知影，总有一日，咱要搁来相见面。
咱三个阿头祈祷，请主我感谢你，我今仔接到你的报灵所分享的信息，有我通伫这个所在提醒我，祝福我会晓伫这个所在孝敬父母。我这个特别为着在座的每一个母亲来祈祷，就感谢你，你怎样属于每一个母亲，让我生命。我也是更加感谢你，你属于每一个母亲，教我怎样伫遐来行路，怎样伫遐来穿衫，怎样伫遐来追人，怎样伫遐来读册，遮一切。我献上感恩，从我现就是为着在座的妈妈来感谢你，我为着伊的辛苦来祈祷，求主你来祝福我在座的每一位妈妈，予伊有勇敢的辛苦，予伊有活泼的人生。我特别为着因每一个人来祈祷，予因有法通真正伫遐来遵行你圣经的话语，会晓伫你的内面伫遐来辛苦你，也是暂时。让我们妈妈有勇敢的辛苦，因为在那个所在，有我谈的生活中，在家庭中，缝缝补补，补出家庭的美好，补出家庭的幸福。主，我们感谢你，主，我真感谢你，求主你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照顾每一个最母亲的，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谈更加在那里加把底下来辛苦我的主，底下来用你圣经的话语，在家庭中底下来引导，底下来教导我这个家庭。感谢主，今天早起的聚会就到这边暂时结束，但是愿主你的圣灵引导我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的我的妈妈，在家庭中永远继续来挖苦你。感谢主，听我在你面前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愿天父上帝的听堂，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和团契，上帝的真人撒加地勒，特别是我在座的妈妈撒加地勒，让我的妈妈一生辛苦你，一生尊敬你的旨意，一生在家庭中教示你圣经的真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们，阿们。